充满智慧的爸爸的教训。有个村子里住着一个爸爸，他有三个儿子。爸爸比疼爱任何宝物都更疼爱这三个儿子。孩子们呢，你们可是爸爸这棵树的树枝啊，以后都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关爱的过日子呀。爸爸一有机会就这么讲，可是儿子们不听话。一天天过去了，爸爸的脸上爬满了皱纹。有一天，爸爸把三个儿子叫到一起，给了每个人一根树枝，折断看看。儿子们没花多少力量就折断了。爸爸又把几根树枝捆在一起，让他们折断。可是这次，谁也没能折断。爸爸把三个儿子的手抓在一起说，一根树枝没什么力量，但是几根树枝合在一起就会很强大。一样，你们也要团结起来，才没人敢欺负你们。以后不要争来争去的，要齐心协力过日子。三个儿子红着脸回答道，知道了，爸爸。从那以后，三个儿子总是和和睦睦地过着快乐的生活。谢谢收听。